意的，只是前期多那一点点血与饼干。要不你带个皮孩也行，但是猴前期跑得太慢了，皮孩就算了。全军出击！那为啥点药水啊？加血呀？就没有适合的东西了，就随便点一个，就这么个意思。谢谢开开蒙的飞机。我没想到啊，上把打成这个样子，仅仅只有18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给我们办了一张小卡片。嗯，我没想到。给我整个征服者狗头人，EA 点点点。领教下俺老孙的本事。升级学个 Q。你这别吃兵了，经验你别吃。带俺问问土地老儿。EAQ。还剩4分钟开奖了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哈。这样啊，这波塔下试试能不能杀，先 AQ 他一下，然后站塔下让他打，我们就跑到旁边站去，让他打我们，看看他打不打，快点打，快点打，听见没？打我！这都不打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看看能不能勾引一波。先吃个药 ，A。出来呀！哎呀，这真猥琐，就100滴血也在那猥琐着，兄弟，就100滴血，就100滴血，都没多多少血，就100滴血，来，对，一 QW， 点盐吃饼干，平 A， 换了，真猥琐呀，就100滴血，你说你都不敢打。那你多少血敢打呀？谢谢李龙是个话痨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！他也买了个耀光。他也买了个药物。抽一下。EAW 双抽。抽一下。下波他要死。呀，抽错了。抽错人了，我操！我的炮车，哎呦！拍一下马屁股好，哎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人马跑过来了，拉倒吧，下边再说吧，先不打了。先买一个药回家。我看这还有多长时间开奖啊？还有20秒开奖啊！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谢谢瑶瑶公主爱赖床。现在是5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，那50个人。谢谢降龙18掌。有妖气。
这波他快升了吧？升不升啊？你呀，我跟你玩游戏真累，真是累，真累。你等着吧，你不带闪现，我一会儿就把你给杀了。哎呀，我吓死了！你要打死我呀？你咋的呀？真累，开大还跑，跑个屁呀！打不打呀？到底？我也吃你一声塔皮。我吃你两张塔皮。这波兵线不要推，推了以后狗头人可能就能出来了，不推我们啊。像狗头人这个英雄出一个什么装备能打得赢他呢？铁板鞋，知道吗？把铁板鞋一出，他抠我们就不掉血了，不出铁板鞋他抠人老疼了，只要一双铁板鞋他就白活。再扣一下，AQ 六滴血，跑吧。我还不能说是 EA， 然后我等一下这个咒印的被动再 Q 他，那样我就 Q 不到他了，他疾跑开了。我打个这狗头人啊，必须每一回都在他兵线推过来的时候跟他打，否则就不打，就打不了，就不打。那我就控线儿。下波他没疾跑，可以试试能不能杀。但我的蓝不一定能够用。蓝要是不够用的话就不好杀了，省着点蓝啊、哦、这一波。控波线省点蓝。那人儿哪去了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扣距离150，满级是200，好像是啊，不对，满级175。伤一级加25。我靠，他哪里来的红？出俩燃烧宝石啥意思？
啊？你说你连你的红你都看不住，你怎么不打红 buff 呢？快点过去，这波兵线必须卡住了，我不可能再给他发育的时间，必须卡住了。那峡谷先锋也不往我这放，就一眼也不往上路抽，就一直去帮他中路那蛇女，那蛇女都他妈一杠三了，俩人搁一块儿都死俩，还跑去帮蛇女，就往那蛇女那跑啊，就去帮那大蛇。你说你搬个蛇皮有什么用？哎，一去就打不过，一去就打不过。你能别去中了不？我求你了，你来我这儿行不行？你就非得去那中路，你是就没脸？我真是求求你了，你管着是过俩了，越他把他杀了也行，你给我看看他，你这非得去跑那中路去，帮那中路去。完了就制造难度，俩人全死俩，他又打了个蓝去了，你是真能打吗？打完红打蓝，打吧。这是天晴了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自己是行了，我一看呢，嗯，你是觉得自己行了，兄弟以为是能跟我为之一战了，我这一看呢，来传送，你不传我也不拆，我最后一秒拆，回家。狗头管不了了，管管队友吧。哎，唯独这中路是一杠五啊，这把呀，这把先出十五，看看都多少钱啊，这有个800块、1000块、900块、450块、800、900、450。等个十秒。你跑啥呀？你咋跑了呢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这。哎呀，我操！还让 ADC 给我抢了，还，我是真吐了。净绑道马，这银马什么装备？
中单来了，算了吧。中单来了，拉倒吧。你可能会死。等个13秒啊，再去杀一波这德莱文。人马1000呢、啊、如何才能拿掉这1000块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人马应该是在这里打 F6 吧。哦，哎，杀银马好了，操了，银马1000，这个破球女就450块钱，太便宜了。那银马跑了，你咋换人？那人就一滴血，我不杀他。我先顺便捡一个，我这那个球女万一不死，再给我杀了再。我寻思，我德莱文闪现了还行，下波闪可以把他杀了试试。人马其实倒还好，这主要就是德莱文，你知道吧？先别打了，你先挡一会儿，我现在没技能，你等我20秒，我有大了我再去收拾他。现在没大我们团不了，把这蓝打了去。还去人家塔下跟人打，那不打输都怪了，能打赢都怪了，根本不可能打赢。我们只能跑，这波不能打了。这德莱文打我太痛了，我没法上了。扫一下来，这里看有没有眼，可以。搜一下，先杀德莱文，杀德莱文，杀马，杀马，一切漂亮。ADC 好定，赏你个车。原来是吓唬人，呵呵，原来是吓唬人。你成功了，如果你想吓唬我的话，你成功了。这蛇什么也不给他啊，不给他，他不配拿装备。他出个考菲尔德战锤，他要出什么？魔切吗？咱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把可以卸手。黑切吧。
黑切九头，影魔刀，黑切，加点吸地，九头可以不要，九头蛇不要了吧？影魔刀好像也不要，这把九头血手也可以。别大我呀！这就是猴 W 出去会出现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要是 W 开团的话，没有保命技能，很有可能就会死，你知道吧？把上路塔守一下。所以猴开团必须得有闪现，才能好开一点。他必须得是E到人，而不是 W 过去E到人。W 过去E到人就有点完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曼嘎拉刚才盾没给我，盾给我德莱文死早就死了。打大龙来，狗头无敌了，那也没办法，管不了。那你队友打不过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勾谁呢？勾谁呢？勾谁呢？不上了，拉倒！不上，不上，不上，不上！来人了，来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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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吃狗屎来！狗头人，狗头人，这怎么办？回家吧。狗头人可以杀呀，杀狗头人呢，杀完以后回血的，先把这视野给他们清了啊。戏命师死了就死了吧，那没办法，保不住那戏命师，这只能先杀人马了，先帮着蛇女杀人马啊，然后 W 我们走先，别急，先后撤一走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可以杀。哎呀，收集者，他怎么 A 到我的？这里边没视野呀！天哪，三条龙可以打，没事儿。下波杀德莱文，蛇女就帮那 ADC 杀银马就行。我们主要是杀德莱文，外加杀辛德拉，然后狗头人我们管不了，回头再管，这没办法。龙拿下了，还可以。我推推什么？这怎么推啊？就死了个银马，怎么推？你干嘛？那塔又越不了，对面出来还行。这个我要了，这个你给我。我下波杀德莱文，我需要这个红。
跟他打不合适，我就把他打死都没有用。我们赶紧回头回家守，我需要一个吸血。那猪女儿干哈呢？那塔怎么不守一下呀？又没有人能打得死你。这个德莱文必须得死，他四件套，他 ACC 死。我可能需要九头蛇加春哥，他不敢上，没事，就守着就行，对面也推不上来，没事，慢慢守。你老着急大啥呀？别急，你大了我也跟不上，不用，他们推不了，不用急，没事。你就慢慢守呗，对面又推不上来，俺们就耗呗，对不对？耗就完了呗，那狗头人跑就跑了呗，没关系。这女人好进化。先杀德莱文来，他以为自己很无敌，其实他是个弟弟。杀锤石来，最后一个马，一下子有没有意？快点的！正常德莱文只要走到我们脸上，那他指定是死了。推吧，上个高地，差不多应该能上。对面也没下我们家高地，我们还把对面高地给推了，挺好。对吧？赶紧走，补个刀，假猴，打个红的，把他红打了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不能追那么快，你打红的时间还是来得及的，不能那么快的。我就把这红打了，他还能追死我？你让他追，我看他能追哪的？把草丛一回城，舒舒服服，小龙，1200加三，我要个春哥，春哥够钱不？春哥。坏了，我操，差20块钱，正好等20。哎呀，等我差钱，等会儿啊，我差2块钱。这个慢的，哎呀，耽误了我10秒钟。你别死了，你干啥去了？哪有那么开团的？我们后上的，目标一定要是德莱文啊！闪现 EQR 转起来 W 呀！他死的灯真是够快呀！我操！救我 ！ADC 给我狙 ！ADC 多少血 ？ADC 满血 ！ADC 来一枪！这 ADC 满血死了 ，ADC 怎么死的呀？这俩人全残血，怎么死了呢？这，哎呦我操！我们融化了，我瞬间我就融化了。这球女打我太疼了，把血换了吧。
大龙能打吧他们，费点劲吧，伤害不够。他们应该打不下来，看一下就行，看看大龙有没有。他们俩伤害不够，没事，瞅一眼就可以了。哎，这球女儿不知不觉混起来了，他大嘴要甩我，我就有点扛不住，我没有魔抗。现在伤害太高了，你别往上上，那没有人，你等一会儿，我把中路线推了，给他们兵线压力，他们打不了这条龙。没事，那莫甘娜都没血了。哇，这大马这么大，大马谁能帮我解决解决这个囚女？这德莱文出春哥了怎么办？我的天，哎呦，马马鱼没兵线，没事，扛着拆不了，兵线让我断了。要打大龙了吧，这不能回家了啊，扫一下来，左边没有视野的话可以杀囚女，快打吧溜，往右边走，有小兵。哎呦我操，装甲猴能换了不？差点意思。搞个魔抗影魔刀，钱不够，还行，没打龙就行啊，别打龙就行。打龙就坏了。老母猪抢一条吧。那老母猪，那老母猪14级，抢不着。我操，老母猪立功啊，立功立功，赶紧回家的，赶紧回家，给我逼回家。守基地，别让他扣一招啊，别让他扣一招，扣一死了啊，千万别让他扣一招，我跟你说，走位好一点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，你是真不争气，我就发现你是真是太不争气了。你别的中他 Q 一呀，你往后点儿啊！哎，天哪！真难呀，真是难赢啊！这得一把屎一把尿啊，左一层右一层。